小美去吃拉面。大叔，妞妞要背着我跟小美去约会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约会。好好开车。好吧，妞妞她自己要孤独的去吃拉面。可不敢胡说啊！儿童时装周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就可以去看各种小宝走秀，然后录视频，然后回来之后就可以去怂恿我的干娃娃们也去走秀，因为我就觉得很可爱。有没有点后悔没有跟我一起去？你们看他那个小表情。Here we go, la da da, la da da, everybody dance.啦哒哒哒哒哒，烦恼丢一边。啦哒哒哒哒哒，我知道自己多美，由我定义做自己。Hello， 每一天。Girl, there's nothing like her in